一只当大哥迟到后，三弟，我教你一个撒娇的词，你学一下。又开始了，撒娇的女人最好命，女人会撒娇，男人魂会飘。嗯，大哥又迟到。嗯，会了吗？会了吗？就这样 ，OK 吧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久等了，久等了。嗯，大哥又迟到。嗯，真讨厌。好坏坏，别搞啊。嗯，生气了，不哄就不玩了。嗯，不玩了，不玩了。嗯，要哄哄，那也要哄哄。二弟三弟，休要胡闹啊。嗯，不管。别来了呀，二弟三弟。嗯，快点哄人家。嗯，不要嘛，二弟三弟。